贵丽，身份相当矜贵，眉头笑眼睛雕金砌，使你着迷。万众行行热烈来做势，一句话即可得到一切，大能智慧气派绝世，绽放光辉。望远想以心中美善，看到世间美丽，自信想能目空一切。你眼睛看出真与伪，送我最深一世，路再弯两心依然默契。望了天众星光灿烂，那似我心美丽，自信想能目空一切。伴你走纵千载百年，也会信守一世，爱到底似今坚全万世。人我不疑，我倒不如主动出击。民女彩桥参见公主。之前南平姑娘通知彩桥，话公主今晚会纡尊降贵，大驾光临。彩桥真系受宠若惊。废话少讲，本公主系嚟同你倾三驸马嘅事。我都知道。我同驸马爷嘅事迟早会惊动公主噶啦，只系一句，本公主要你离开三驸马。公主此言差矣，一开始就系驸马爷动情在先，楚乔多番回避，但系驸马爷依旧纠缠不休。公主系咪应该先管麻英，而唔系走嚟管我呢只鸡仔咧？其他人唔晓分，但眼前嘅系鸡仔定系老鹰，本公主睇得一清二楚。你要怎样才肯放手啊？开个价。公主发人发语，好，就五百两。呢度一千两，你收得本公主的银两，就要即刻离开三驸马，更加不要再周围同人讲冤。你话我找人打你。哎呀，冤枉我公主。楚乔是因为欠人债被三水哥打，由始至终我都冇话过系公主噶，系驸马爷自作聪明，一听到个三字就咬定系公主所为，系三驸马空无城府，先要信你满口谎言。咁驸马爷又确实系几单纯嘅，我记得嗰日刚到长安，准备入城去最大嘅妓院挂单，碰巧喺路上就遇到佢啦。喂喂，系咪死鬼咗啊？死咗就益下我啦，点都有啲银两啩。银两咧，死穷鬼冇银两嘅。公子，你冇事嘛？你冇事就好啦。多谢姑娘相救。哎呀，我哋紫蜻蜓啊！都唔知三驸马系单纯啦，因为系蠢。以为我是救命恩人，事事为我好，所以公主你俾钱我扯，绝对是明智之举。你收咗钱真系肯走啦嘛？有银两傍身，仲使乜要男人？听日我就即刻离开长安，呢一世都唔会再翻嚟。石头，驸马是单纯，你是蠢啊！驸马爷，咁你自便啦。公子，其实系公主逼我咁讲噶，你千祈唔好误会啊。我知。你知我本性唔系咁噶。我知。我真系唔想离开金公子噶。真系难为你啦，嚟。金公子。真系难为你啦，咁我大话都讲得出，我知，我乜都知。你全部都是呃我的嘛。公公，见到你就好了。
你揾得我咁急有咩事啊？大公主讲过，我帮佢办完事会俾四百两银过我。咁你事成未啊？你勾引到金多禄未啊？系公公啊，我真系好等钱救命噶。实不相瞒啦，我债人周身倒债，债主日日嚟揾我。如果我今晚再冇钱还，佢哋实打死我，我唔走唔得噶。我真系好需要钱咧。你寻晚唔系同三公主攞咗银两咩？哎呀，你公公你千祈唔好误会啊！我真系咩都冇同三公主讲噶，佢只系俾钱我，想打发我扯，叫我唔好再缠住三驸马噶咋。我最后一分钱都冇攞过噶，我求下你帮下我。俾翻少少水腳錢，我上路都好啊！等我翻去向大公主禀告，等大公主定奪。你未寫白紙，臨等我好消息啦。有勞魏公公喺大公主面前美言幾句嘞噃。大公主講得啱，此人不能再留。见过大王姐，咦？超阳你嘅面色咁差嘅，唔系见到大王姐嚟唔欢喜系嘛？禀大公主，三公主只系昨夜难眠，自有精神欠佳，做咗亏心事，夜来冤魂入梦啊！超阳抱恙，恐怕未能同大王姐相聚。姐妹情，大王姐请回。本公主今日唔系嚟闲聊，我系嚟嫁妹。超阳你竟然丧尽天良！泯灭人性，你根本就唔配做大唐公主。请大王姐慎言，要知道语出如箭，见血先嚟后悔，只会徒然。乜你都知后悔嘅咩？系咪见到自己满手鲜血，知惊啊？超人无愧于天地，何惧之有啊？你怕嘅事就多啦，你怕有人还刀夺爱，你怕夫妻情难再，你怕孤枕独眠好悲哀。所以当你知道三驸马同花夫楚乔有苟且之事，你就妒火中烧，为咗保住驸马嘅心，不惜除去对头人，杀楚乔。夺夫君，大王姐你唔好含血喷人，凡事都要讲证据，请大公主唔好陷三公主于不义。倚红楼老板娘眉依可以做证，楚乔曾经同佢讲过，话你前晚夜访望木居，跟住楚乔失踪，后来有人喺悬崖边发现楚乔嘅斗篷，好明显就系超阳你因道成恨，杀害无辜。你嘅恶行已经传遍整个长安城。我睇下你今次仲点样可以止住油油众口？大公主只系凭眉依片面之最后，几时轮到呢个奴婢杀罪啊？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大王姐你话超阳杀人，若然成罪，依法系要斩首，此事非同小可。正正系非同小可，关乎人命，关乎公义，关乎皇众颜面。我身为大公主，对唔可以包庇维护，坐视不理。大王姐真的要执意而行，非要置超阳于死地。本公主只系本住良心做人，为公义。正视听，大义灭亲，事在必行。你咁样做，即系逼超阳上绝路，行出呢一步就任何人都翻唔到转头。要怪就怪你自己，为咗一个情字，不惜杀人夺爱，视王法如无物，得此结果系你自作孽，与人无尤。民间寻常百姓家都尚可以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，反而你我身在帝王家，就毫无半点血脉之情、骨肉之爱。你我姊妹一场，点解唔可以留个余地？一定要生死相逼啊！我呸！咩姊妹啊？我系大公主，我亲母系长孙皇后，显赫尊贵，你凭咩同我相提并论啊？
你只不过系赤脚浣纱女生嘅啫，你唔配啊！你以为你自己系真金啊？你系流金咋？系外面包层金，里面系烂铜烂铁嚟嘅啫。想做金枝玉叶飞上枝头，你痴心妄想啦，根本就唔配同我姊妹相称。你因道成恨，杀人泄愤，犯此大罪，天理难容。我已经派人通报父王，要押你翻宫中，听候父王发落。好，既然大王者执意坚持，超阳就同你入宫见父王。摆架。系公主。参见大公主，参见公主。本公主唔想见到你，你即刻同我退下。三驸马嚟得正好，超阳涉嫌杀害楚乔，我奉命带佢回宫中见父王。楚乔死咗？呢件事与你无关，我叫你退下。要我入宫见父王？行啦。我都去。公主有事，三人驸马点可以袖手旁观？我知道我系蠢，但系再蠢，我希望同公主去搞清楚呢件事。超人，韦娥话你草菅人命，杀害妓女楚乔，可有此事？并无此事，一切都系大王者无中生有，诬陷超人。我一个人讲嘅就系诬陷，但成个长安城嘅百姓都系咁讲，就系事实。百姓只系胡乱臆测，人云亦云，空穴来风，事必有因。流言蜚语可以系人为，楚乔化成厉鬼就系你所为。永航。你口口声声话超阳杀人，可有凭证？倚红楼失火，永河同超阳刚巧路过，超阳见三驸马抱住花灰楚乔冲出火场，导火中烧，就当下准刮三驸马。三驸马，可有此事啊？有。楚乔被有人拖累，欠下担保费，三驸马赈金以解困。三驸马，可有此事啊？有。永河仲听闻楚乔神女有心，双王有梦。半个月前迁嚟倚红楼，搬往城郊小屋望六居，系咪啊？三驸马系。三驸马只系为咗救人，就会嚟掌掴之刑。所以当超阳知道三驸马赠金，再加埋呢个望六居，佢就怒火中烧，狠下杀意。我冇，你有。前晚子时，你敢讲你冇纡尊降贵？无约楚乔于望六居相见，你冇嘢讲啦嘛，咁就轮到我讲啦。你趁深宵无人，就杀之而后快。禀岳王，公主琴晚确实去咗望六居，但当时微臣亦都在场。此事全因微臣过于愚钝，被楚乔所骗，及俾佢多番利用。公主到访，即在我面前拆穿佢嘅谎言。若公主要杀楚乔，根本无需多此一举。超阳杀人，祸延驸马。追究起嚟，实难独善其身。驸马为求自保，同流合污，理所当然啦。微臣所讲句句属实，绝无半点谎言。咁你又点解释前晚之后就冇人见过楚乔啊？最后仲有人喺山崖边嗰度见到佢嘅斗篷。楚乔虽为妓女，但都系大唐子民。永河恳请父王明察秋毫，为楚乔主持公道。记得父王曾经教诲，我哋身为大唐公主，应该修身齐家，为天下典范。既然是这样，我们更加应该大公无私，天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超阳，那你到底有没有做过？你要讲真话，欺君之罪你犯不得啊。我没有。你当然说没有。如今人都死了，死无对证。人死了当然没有证人。不过如果人未死呢？禀父王，妓女楚乔已经在殿外候旨，恳请恩准上殿作证。准奏。全楚乔上殿。文女楚乔叩见皇上。你就是楚乔？正是。其实早于数日前，银平告知神儿见到驸马同楚乔在望六居相聚，神儿觉得事有蹊跷，所以就派银平调查楚乔底蕴。禀皇上，奴婢查知，原来楚乔纠缠三驸马是听命于人，罪魁祸首是大公主。你乱讲！奴婢发现大公主收买倚红楼的保姆梅姨和妓女楚乔，要他们从中作梗，破坏三公主和三驸马的夫妻之情。奴婢并查知，原来倚红楼失火，
乃系人为，目的系大公主要三公主亲眼见到三驸马同楚乔一齐，继而误会二人有苟且之行，令三公主提出和离。父王，我冇啊！你收声，你唔系口口声声要朕明察秋毫，还楚乔一个公道嘅？楚乔，人命所讲嘅是否属实？回皇上，确有其事。民女因为欠下一身赌债，未能偿还。大公主要民女迁往望禄居勾引三驸马，可惜三驸马在怀不乱，未能成事。大公主佢就唔肯履行承诺，为民女偿还巨债，更恐民女泄秘，就派人杀人灭口。我素知大王者品性，超阳唔想见到大王者越陷越深，一发不可收拾，所以就派银屏暗中监视，以防万一。嗰日我预先喺白子林匿藏，见到楚乔依是赴约，未几心怡亦嚟到，不过佢未有出来相见，而系想暗算楚乔。但系我又不便露面，唯有暗中替楚乔解困。楚乔发现有人暗杀，即时逃走，心怡从后追捕。我趁楚乔步入草丛，即刻拉住佢。为咗令楚乔全身而退，我着咗楚乔嘅斗篷，拎住佢嘅包袱，移形换影引心怡追我。心怡果然中计，一直追我去山崖边。久前间，我见崖下有树藤，我就扮滑脚跌落山崖，等心怡以为楚乔已经粉身碎骨。如果那个是楚乔，手无搏鸡之力，肯定必死无疑。我等到心怡离开，先再折返接应楚乔。超阳本想顾念姊妹亲情，同大王者化解恩怨，点知大王者处处相逼，超阳迫于无奈，唯有揭发佢嘅罪行。永河，何解你一错再错，实在太过分啦！太妃娘娘，你唔好听超阳佢含气喷人，分明就系佢收买咗楚乔，喺父王面前污蔑我。就算我可以收买眉依同楚乔，我又点样收买你嘅心腹近身侍婢心怡啊？奴婢就系怕口供无凭，所以喺九前之间刻意喺心怡嘅左手留低证据，一切属真属假，只要睇下心怡嘅左手手臂系咪有被咬牙印，就一清二楚。人嚟，验伤。是大公主话要杀楚乔，然之后嫁祸俾三公主嘅，奴才只系听命行事嘅啫。皇上要命啊！皇上要命啊！人呢，将二人收押天牢。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皇上恕罪啊！永恒，超阳系你皇妹，点解你要设局陷害，誓要置佢于死地啫？本是同根，何苦相煎？到头来害人终害己，你咁样做法，你点对得住你嘅生母长孙皇后啊？点解你可以狠心到杀人行凶，仲嫁祸俾自己亲妹？点解你可以将黑白是非扭曲？点解你以为可以只手遮天啊？父王，系臣儿一念之差，铸成大错，求父王恕罪。你可知你所犯嘅系死罪？请皇上息怒。太妃，你仲想帮佢求情？佢犯嘅系离天大罪。皇上，若果永河有错，咁哀家嘅错就更加严重啦。皇上，你为国为民，经年在外东征西讨，喺哀家管教无方，未能为皇上你管理好后宫，实在愧对皇上，愧对先皇。太妃，永河今日恨错难翻，哀家亦责无旁贷，恳请皇上念在长孙皇后份上。可否免永河一死？永河，你身为皇族，知法犯法，本是罪加一等。而今太妃为你求情，你死罪可免，但活罪难饶。朕就将你贬为庶民，并没收一切家财田宅，从仆食邑同府邸，从此不得再踏入宫门半步。主啊，翻封啦，银屏去帮你攞件披风啦。好啊，咁银屏先行过去。
茗茶本应心静神闲，但见驸马如在针毡，不如先行退下。无法心静神闲嘅，又点知多落一个？超阳多番退避，但始终未能阻止大王者一错再错，以致黎竹深陷，不能自拔。公主无需自责，公主心存好意，只系大公主未领受啫。或者我真系太刁蛮、太任性，如此多行不义，听天收。啊！个金鱼酥松脆可口，公主要唔要吃一口啊？我冇胃口。或者咁啊，多乐最近学咗几首小丑，睇有冇机会我浪分一首，等机会俾你意见都好啊。小丑？嗱，第一道菜咧就叫做。对碰炸响铃，个响铃用个腐皮包成两个球状，经过油炸之后非常松脆可口。第二道菜咧叫做将冰泉豆腐羹，咁啊水香清甜，个汤羹特别好味噶。第三道菜咧叫做猪牛羊腩煲，万科主食，嗰啲味更加出嚟啊！讲完，柱侯我就听过啫，柱侯咩嚟噶？哦，读名少少音啫，唔紧要啦。读名少少音。定是有弦外之音的有又好，冇又好，咁公主你听得明啦，咁咪得啦。公主何？唔得，你明明系错咗，错咗就要认，点可以唔觉咁躺失过去？啱嘅，今次多得公主提点，多乐会记住噶啦。总之以后咧就唔会再犯呢个错。公主饮茶。唔会再犯啫，咁礼貌上都应该同人讲声。今次是多乐不好，对不住。咁下次不要再犯啦，记住是柱侯。冇咩啊？唔分气啊？咩啊？冇嘢啊？你睇下你啊，讲两句就笑翻晒啦，肤浅。哎呀，好过你啊！咩对对碰炸响铃啊，无聊。我一收到消息就即刻赶入宫啦，永确，你见点啊？本公主尊贵无比，系人中龙凤，集万千宠爱，聚一身权贵、金银财宝、富贵荣华，享之不尽。点解我今日会输得一败涂地啊？呢度曾经是我享尽父王和母后痛锡的地方，但是我以后不可以再回来。估不到本公主都有被贬为庶民的一日。其实做庶民是怎样的？所有老百姓都各司其职，我可以种田，你可以织布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过几日平平淡淡的日子，不用再以虞我诈，不用再机关算尽的。是永河连累了你。夫妻乃是并头连，祸福与共。但是你一向都安分守己，绝无奢求，是我令你最爱的那嫩肉棋子都被充公，是我令你无缘再品尝金鱼酥，是我令驸马。永河，原来你一直都知道我的喜好的。令我共度五个寒暑，我有机会也不知之理呢。驸马，你要答应我，无论以后生活是荣是辱，是悲是喜，你都要好好保重。就算我不在你身边，你都要好好爱惜自己啊！妻太妃、韦贵妃、孙贵妃驾到。嚟啦嚟啦！今日要你没收我的嘢，要赶我出宫啊！我好惊啊！崔太妃奉皇上旨意嚟监察永河卸妆更衣。永河，
卸妆啊。嫁妆系母后至爱嘅饰物，贵妃娘娘，呢套金花五彩珍珠系永恒最珍贵噶，可否？可以。皇上有命，要没收一切家财，包括珠簪翠环、绫罗绸缎，一一不能带离宫。唔可以除噶，边个都唔可以攞走母后嘅嘢，我唔除，我唔除啊！你仲唔过嚟帮手？王兵难为啊！你俾佢哋拎请啦，除埋佢条项链，边个都唔攞得。我唔要见到你哋，你哋请啊！永河，你交俾佢哋啦。唔交得啦，条项链系母后送俾永河噶，边个都唔俾得。永河，你何必令哀家难做呢？要知道违反皇命系大罪嚟噶。父皇咁痛惜我，佢唔会怪我噶。从来我要嘅嘢。父皇都准我的，以前或者是，但你犯下离天大罪之后就已经恩断义绝了。父皇他好嬲我，母后死了，现在就连父皇都不要我了。除埋这条项链，即刻更衣，午时之前要离宫，不得有误。不得，我不会人人如玉的，我不会被你为所欲为的。母后来啊，我死给你看啊。永河，你冷静点啊。永河，我唔做公主可以点算啊？我唔识做庶民，我唔知去边树，我去边度种树？我唔想食田鼠啊！永河，你乖啦，你放低啲差先啦，咁好危险噶！危险？出宫咪仲危险？我点知出边啲人会点对我？我唔系公主，就冇人会惊我，冇人会炖燕菜俾我食，冇人同我请安，冇人服侍我噶啦！我唔做公主。咁同死有咩分别啊？冇啊，冇啊，冇！从来冇人敢对本公主讲唔好噶。你呢班刁妇，见到本公主仲唔吓鬼？我唔信我唔威得过你哋。我系大事，你系细，我比公子你肥矮，输咗俾你我好唔抵啊！我要插死你只妖怪，驱邪治妖，你哋作反啊！话俾你哋知啊，我先系最大啊，我先系最威，我府邸要大。我件衫要大，顶轿要大，总之咩都要我最大。康老爷，边个够我大？我既又大，时间又大，你边说够我大大大大大？哼！我先至系最大，观音大士都我大，我专登下凡，你点化众生？尤其是你哋呢班迷失心性嘅乱神孽子，我系要嚟救赎你哋噶。我够大啦啩？有七大，晏至系最大，玉皇大帝嗰个大，地煞龙宫，惊断云，天上龙庭，马渊神，晏就要下凡尘，消灾解困，度众生。哎呀，永河公主。原是观音坐煞，长明灯心，紫霞仙子是耶。岂料你私下凡尘，迷其心智，把天规触犯，该杀。朕命你速速归位，有至天兵天将，快押紫霞返回天宫取吧，取取取。我好惊啊！我好惊，我唔够佢大啊！唔使惊，我喺度，你系最大嘅。刚才超阳见过大驸马，佢话大王者服咗药，心神已定，未有再大吵大闹。哀家向皇上讲咗永河嘅情况，难得皇上格外开恩，准计宫中多留数日。
視乎佢嘅病況如何，再作定論。超陽真係悔不當初，早知道大王者會變成咁嘅，超陽就唔會驚動父王，諗方法同大王者私下調解。悔不當初嘅應該係榮河至啱，你只不過係迫於無奈嘅啫。一定是你公公位置的时候走漏眼，被乌龟爬了上来都不知道。东奴婢拎他走啊。永河小个的时候他最不喜欢乌龟，他嫌他走得慢，嫌他丑样，嫌他没用，容易受惊。一怕就只是懂躲在个壳里面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他还说如果跟人斗的话他一定是输那个。姐姐由小到大从来都是要做赢那个。赢一次两次，就算赢为第三次，咁又如何呢？始终都会有输嘅一日。永河今次真系输得一败涂地。佢何尝唔系好似只乌龟咁匿埋喺自己嘅天地，唔肯出嚟？只要细心调理，大王者一定康复有期。哀家而家可以做嘅，就系去大千子祠修忏悔，为大唐、为皇上积福积德。我系会带埋永河去，希望佢长伴红鱼清醒，静心疗养，康复有望。娘娘喜行之日，超阳都想陪同送行。银平，入夜之后，你先将只乌龟送翻入祠堂，而家就等佢惊吓，咁佢以后就再唔敢贪玩好胜乱咁走，识得迷途知返。系娘娘，娘娘。超陽仲有一個請求，望娘娘成全。未知公主傳召，所謂何事？我聽崔太妃講，明日會同姐姐離宮，到大千子靜修。我又決定一同前往，陪伴永河左右。姐姐落難，難得姐夫仍然對佢不離不棄。其實永河心腸不壞，縱使昔日佢對我嚴苛責打，看似無情，但係患難當前，佢對我有情有義，就係呢點恩德，已經千金難買啦。我只希望可以尽我最大分力去还佢本性，服佢情真。姐夫对姐姐情深意重，超阳有一物想姐夫代姐姐保管。嗰包五彩珍珠是永河的。超阳特意向崔太妃请求，有劳姐夫好好保存，等姐姐病愈之日物归原主。公主厚意，只还代永河，万分叩谢。其实今次。姐姐弄得如斯田地，唔多唔少都系因为超阳，对唔住啊！一切都只怪永河佢执迷不悟，俾道义蒙蔽，只有走歪路立歪心，得此结果，与人无尤。公主无需自责。你哋翻嚟就好啦。睇嚟你哋都冇反转头家，系唔知道铺头又搞成点啫？放心啦，二娘，啲生意做到冇停手，争啲有气冇定头。相公佢真系好落力噶。二奶奶睇咗账簿，一定唔使愁。唔愁，我沿路翻嚟啊，听到好多人赞我哋金家有几叻啊！系，驸马大发神威，状告大唐公主，连皇上都话英伟啊！二娘啊，笑我啦！哎呀，咁二哥你确系威啊嘛！喂，娘亲啊，依家啲人咧，全部都唔猜咩公主妹、驸马妹，改晒猜华氏妹噶啦。华氏妹？嚟。娶公主咪娶公主，我话是人我作主，朕夫高啊，唔再输唔再输。好嘢好嘢好嘢，乖孙啊，你真系架势啦。多禄啊，你为驸马伸张正义在前，继而又发生大公主被贬庶民嘅事，难得你哋两夫妻经历种种，柳暗花明，你真系要好好珍惜呢段感情啊。我知点做噶啦，二娘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多禄啊。你守得雲開，家和萬事興，真的要多謝神恩啊！開心事啊，何止一件啊，嫲嫲啊，係啊，嫲嫲，羅大人話咧，皇上已經批准咗少府監正式委任娘親你成為長安金蝶總會嘅主席啊！真嘅，幾大啊！恭喜你！哎呀，好啦好啦好啦，我哋金家真係喜事重重，多謝菩薩保佑。老爺，飲杯茶先咧。唉，做咩皺曬眉頭啊？賺得少，咪唔識笑咯。今個月好多吉日㗎，壽宴嫁娶應該好密嘅噃。啲人去曬幫襯鑑金號，肥水流曬別人田。唉，啲人啊真係犀利嘅，
一知道丁来喜做咗金业总会嘅主席啫，即刻就见风转舵，走去巴结帮衬。咁样落去唔系办法嘅。老爷有计？我哋要输人唔输阵。咁即系点啊？所谓先敬来一后敬人，我哋一定要撑到行。充门面要好多银两喎。话明系充就唔使一定真金嘅，流金都得嘅啫。何况见人面嗰阵咧就唔悭得，要悭咧就悭底嗰阵。底嗰阵你又唔得，唔悭得啊，唔着点得？我系话金铺嘅人手调配啊，开完唔得咪截流咯。老板，老板娘，又点啊？年关将到啊！唔知老闆你計好盤數未啫嘛？啱啱計掂。嗱，你同大家講，我哋頂風號咧，第一年嚟到長安扎根，萬事起頭難，大家就要多多包涵。咁即係點啊？即係話今年糧期照舊，數目都依舊。嚇，冇商量啊！人哋監金號出三糧喎。如果要出三糧，我啊真係好淒涼啊！點會啊？呢幾個月老闆你明明賺咗成80,000兩㗎。我攞咁多銀兩出嚟賺個丁屎咁多，梗係有問題㗎啦！如果我開銀行，我點知賺咁少啊？我預咗嚟到長安啊，連賺10,000㗎！即係話賺少咗咁多，乜嘢都冇商量啦！咁樣我好難同啲夥計交代喎。你咁為佢哋著想啊嘛，不如我炒咗你，將你份糧分俾佢哋，咁樣交代好唔好啊？你冇意見啊，就咁決定，快出去做嘢啦！係啊，老爺，我哋都係時候咧，輸人唔輸陣啦！記得將所有嘅行頭著曬上身，有咁金時得咁金，等人哋覺得我哋一啲都唔真，仲要雙目炯炯有神，唔可以俾丁來喜睇死，等佢以為贏得咁高興啊！老爺叻，老爺處變不驚，值得佩服。哎呀，行咗好遠路啦，早知係咁就坐橋啦。坐橋啊！啲人啊，點見到我哋咁富貴咧？但又會唔會誇咗啲啊？誇啲人啊，點知道我哋有錢喎？但係我哋招搖過市咁好多日噶咯噃，收得未啊？等啲人睇慣咗，唔再用啲奇異目光望我哋，就可以收手咯。講唔到做咩啊？行快啲啦！約咗阿鐘老闆傾生意啊！哎呀，你咪催我啦！擺咗咁多嘢喺身上邊啊，人都重咗兩斤啦，係嘛？哎呀，你咁心急嘅，你去起著樓先啦，我跟住嚟啦。咁都好，你慢慢啊。宝，哇，真金嚟噶，问天问地都攞唔到，仲有，又有，唔系系嘛？弊啊！弊啊！弊啊！你娘亲俾人绑咗啊！佢哋要我俾10,000两银赎金。啊！呢度有封勒索信，你睇下，会唔会系恶作剧啊？系，你娘亲今日咧就陪我去倾生意，我行先落去后道，啊，点知等极都唔见人，冇耐咧有个孩童攞封信嚟咯。会唔会有人乱咁写？娘亲根本冇事啊？唔会啊！嗱，封信里边咧。有隻指環，我認得出咧，係你娘親今日帶出街嘅。佢哋真係捉咗你娘親去呀！咁要報官喎。唔得，封信講到明，一言報官就馬上撕票。報官唔得，咁攞金去贖人。唔得啊！佢哋講到明要銀票，咁咪攞銀票咯。唔得啊！我成副身家都係你娘親管嘅，啲銀票擺喺邊啊，淨係得佢知。我舊頭先咧，翻完間屋，翻箱倒籠，揾暈曬。乜都揾唔到，攞金去換銀票唔得，又唔得。嗰班綁匪講到明要細數目嘅銀票，而家天都黑齊啦，銀行閂曬門啦。咁聽朝一早去銀行攞咯。都話唔得咯，銀行至時就開門。嗰班綁匪要我聽朝辰時就去市集交贖金。霎時之間，邊個會有咁多銀票喺手？有人借俾我哋救人啦。我哋真系冇晒办法先嚟求你哋噶，10,000两借10,000，等听朝我赎完夫人出嚟，我啊即刻去银行度攞银两还翻俾你哋。大表哥，你哋有冇10,000两嘅细额银票啊？有，如果要嘅话，可以即刻去鉴金号嘅账户度攞噶。我哋会还噶，真系借10,000。如果你唔信我，我可以即刻签借佢俾你。
咁又唔使，我哋冇话唔信，咁大件事唔通惊你呃我哋咩？咁人命关天，话晒都亲戚一场，点都要帮嘅。系咯，以前有咩恩怨都摆埋一边先啦，救人要紧啊。咁如果系鉴金豪拎钱，多福，你有账房锁匙噶嘛？有。大奶奶一万两，二叔三叔，你哋一齐去稳阵啲啊。嗯，梗系。我知道十时间借一万两系难，最多我计翻息俾你啊。借一万，息十两，一百两啦。再唔系一千两我都俾。我哋真系唔可以俾娘亲有事噶，我哋好需要呢一万两救命噶。你帮下我哋啦，唐姑妈。你都系叫翻我做二夫人得啦。丁家嘅事，我哋金家无能为力。哎呀，有为医生。地王气，你见死不救，你系咪人嚟噶？夜啦，大家都要瞓，唔送。我都估到你系咁小气，心胸狭窄兼忌受啊！总好过你啊！你贪心无良又缩骨，你心肠咁毒，你见死不救。你哋多行不义，迟早死无全尸啊！你咩啊你吓？有求于人仲声大夹我，我帮你系人情，唔帮你系道理。而家系你哋呢个无良夫妇现眼报，天有眼时辰到。日日金层层通街行荒，死无人知你哋富贵，家阵引贼入屋抵你哋噶嘛？自作孽怪得边个啊？哈！家阵唔系我见死不救啊，系个天要收你哋啊！我凡人一个，点敢同个天斗啊？我都未计你哋以前点对我啊！若然而家我以德报怨啊，咪盏俾人笑我丁来起傻我懵懂痴丧蠢钝兼教失神疯，犯规啦你哋！莫讲话一万两啊，一个崩我都唔会崩。家嫂，你讲呢啲说话系人讲嘅咩？吓，我同你去清泉寺成个月，原来系八个噶。你日日烧香拜神，都冚唔熄你把火嘅。人我一定要救，钱我一定要借嘅。奶奶，鉴金号我系揸时人。我始终唔同意，你仲当我系奶奶嘅，你就同我收声。我而家就以金家最高决策人嘅身份，我决定借一万两俾丁财王，救人如救火啊！你即刻同我攞钱去借俾人，我唔借。望了天，众星光灿烂。似我心美丽，自信心能目空一切。伴你走，纵千载百年，也会信守一世。爱到底，似金坚全万世。就算千金不可买愉快的美梦，开心都可感染。艳阳照片，清风。还是有个降落点再遇。